他今天有戴眼镜，假设说他今天有戴眼镜、有鼻垫的话，那最长是不是只能到11？那所以这边的话，我就会看他有没有限制，所以来调整我这个最长的长度。但是他如果都没有任何限制，我是可以放长一点是没有关系的，这样子可以吗？好，那我刚刚放的是12，那再来有些人会短两个尺寸，或是短一个尺寸也可以，但短两个尺寸的话会比较有长跟短的感觉，所以呢，我这边就是放12、10，再来9。那一开始我们平常在上课的时候，老师不是都说接上去毛巾要扶正嘛，对不对？但现在这一款不一样咯，这一款呢是你接上去定点最长的那一根是直的正的，那旁边两根呢，它是会靠在往中心点那边靠，就不会是像我们平常接单根或是接开花说要把毛巾扶正的效果已经不一样了，一定要往中间两边靠拢，呈现一个小三角形的状态，懂我意思吗？那这样子接完的话呢，就会是它张开之后呢，就会是有那种漫画，就是那种三角形、三角形一撮一撮的感觉，这样子懂我意思吗？那你们的毛可以用0.07抓一小撮，或者是0.10，最多抓三根，这样子去做嫁接。0.15不行哦，0.15太粗了。就是你们一间一的毛不用拿来用哦，那太粗了，做起来会很奇怪，所以只能用0.07，就是我们发给你们拿来开花的，或者是你们如果之前我们有在上开花课，不是有给你们练习一阶二的那个毛吗？那个就是0.10，那个也可以，那但是最多就是三根。那同学有没有问题啊？有问题的话可以开麦克风直接问老师哦。没有问题。好啊，可以大声诶，我看看哈，那我把声音开大声一点哈啊，有问题同学可以问哦哈。好，好，可以。那我之前，我自己操作，我如果是用0.07，我会刷睫毛雨衣，因为0.07它有时候毛比较细，它会松开来，那这样就不会有一束一束的感觉。但是我刚刚用0.10的话，它的毛比较粗一点点，所以它比较不会散开来的感觉，我就不会插睫毛雨衣。所以就是看你们自己。因为有时候你们看到那个睫毛它粘在一起，那个其实是有些店家他为了做秀一些款式，他会特地把睫毛刷睫毛雨衣，它就会有那种粘连在一起的感觉。哦，哎，刚刚有同学有问题可以提出哦。哎，要开麦克风讲，嘿，如果同学有问题，或者是你们打算用打字的话，也可以在聊天上面秀你们的问题也 OK。就是如果不方便开麦克风，你们可以用聊天的那个选项去打字，然后老师再回这样子。老师擦那个睫毛雨衣，他回家洗澡是不是就会散开？不会了，跟你他讲，散不开，一插上去就粘住，哎，基本上就是这样，打不开了，就因打不开了。为我是用0.07嘛，0.07就是我们的开花毛，但它不是本来不小心就会散开来嘛，可是我今天就是不要让它散开，所以我就故意擦睫毛油让它粘起来，那它今天洗脸啊、洗澡啊，就再也打不开，它就是这样子一条一束在那边，哦，就固定了这样子。对。好。但是因为0.10它就是比较粗，所以你接上去它比较不会有打开的感觉，所以0.10它不用擦就有那个效果。可是如果你今天我们手边没有0.10，我们有0.07也可以用。啊，只是说用0.07，不是也有付给你们那个睫毛雨衣吗？其实你就轻轻的刷在那个毛尖那边，不要刷到根部，刷毛尖它就有那个效果了。好，不要刷根部是不是？不要从根部开始刷。不要哦，因为你刚接啊，你那个黑胶还没干。好。因为你那黑胶还没干，你又碰到湿湿的东西，我怕它会反白。好，那还有问题吗？没有了。没有了。好，那同学，我们现在在做一些问题讨论哈。如果同学有问题，可以提出，或者是你打字也 OK。就是如果你最近有遇到一些接睫毛上的一些问题啊，或者说什么持久度啊，或者是什么的话，都可以提出来哦。好。好，有吗？这个是我擦，哎，看得清楚吗？可能还是看不你清楚，可可能能是好，要关不要那么亮，对不对？或者是说你传给我啦，这我个，传群组。哦，好，我传群组。好，我传群组哦。好，这样你们的画面会更清楚。我再传这个。好，你可以这样。
这跟刚刚我传的影片是一样的。哦，对，我又传给他们了。哦，你传对 ，Amanda 老师秀的就是我刚刚秀到群组上的那个画面。对，那请他、请老师说一下，那个就是我用 0.07 接的，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接完它，就是我觉得没有三角形没有这么明显，所以后来我就拿睫毛雨衣去涂它那个尖尖的那一段，然后就粘起来了。然后我后来有看到那个 model 的那个影片，他去吃饭的影片，他你说他会不会上课，他没有上课，因为我看到他去吃饭影片，人家帮他拍，他还是这样尖尖的，所以你说洗澡那些他就是散不开了。因为 0.07 的毛太软了，基本上你只要碰到油脂、或者是有一些黏一点的东西，他的毛就全部缩起来了，所以我们才会说，如果你今天学了开花，你在帮客人做 6D 开花，你千万不要让他去涂睫毛雨衣，为什么？那你开花全部浪费了，因为你那么努力的把它开散，然后你花钱做了这个消费，然后最后再涂上睫毛雨衣，它最后就只会变一束啊，而且它不会开。好，老师，你这个是，你这个是用什么卷度的？我这个 C。C。好。嗯，因为它睫毛很翘，你要看，因为我后来我到时候会想要去找那种，其实你们认真去看。这些特殊款全部都是这种大双眼皮，没有人在找单眼皮跟内双的，你认真去看真的没有，因为它那个效果显不出来，所以我到时候是要想要找那种单眼皮或者是内双的试试看，我应该会先找内双，因为我觉得单眼皮真的不行，单眼皮会吃掉，我觉得看不出来，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们要找漂亮 model 还是要找双眼皮，双眼皮比较好看。等一下那个款式看哦，那好，那这个款式啊，就是如果客人要做的话，我们要跟他沟通，因为这个款式真的没接嘛。我原本是想要就是在他的三角形的边边啊，再接一些短的尺寸，让他就是看起来比较密，但是真的不行，因为我接上去之后，那个效果三角形的效果就消失了。那所以是说这一款根本就没有接嘛。那你说他大概多久可以完成？我差不多一个小时五十分钟，或是五十分钟一个小时我就完成了，但他因为是没有接满，所以我们就要跟客人说他差不多就是维持的持久度就是两周。那他说可不可以用补的，说真的啦，真的没有办法用补的，因为他跟我们平常在嫁接的睫毛是不一样的，他你这个他掉了你要怎么补，而且他到时候长歪了长乱了又接不多，这样补上去也会很乱，这样子可以吗？所以这个如果做这种款式啊，要先跟客人沟通清楚。老师接漫画没问题，下睫毛吗？什么？如果接这个漫画款，一定要接下睫毛吗？不一定，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下睫毛，但不一定。但是可是你要做作品的话，有下睫毛比较漂亮。嗯，好。对，但是就是不一定。像你们会看到那些 IG 粉妆上面拍的作品都超漂亮，对不对？那都是很挑人的，甚至连 model 本人都要长很正，真的啦。所以你们老师刚刚说为什么要找大双眼皮哦，然后甚至还要戴那个隐形眼镜，看起来有没有？刚刚那个照那款是不是很漂亮？甚至拍还是很好看，那就是因为我们都是挑过的，不是随便一个路人就可以拍。懂我们的意思吗？所以不是你接睫毛的技巧不好，不是你为什么会把睫毛接那么乱，如果你都有扶正，而是你挑的人有问题。对，了解。而且他是接 C 卷哦，所以你会觉得他只是接 C 卷，可是你看起来很翘，但是没有，他本来条件就这么好了。对，看起来很像 D 耶。对啊，但不是，是 C， 真的 C， 因为他是双眼皮，然后他天生的睫毛也是这样上挺的，所以我就帮他接 C 卷。然后长度我也没有用很长哦，最长的长度只有到11而已，因为他要戴眼镜。但他看起来很长，对不对？但其实没有，真的没有。好，没问题了。好，那你们平常练习还有什么问题吗？如果同学不方便讲，可以打字哦，在那个聊天室那边可以用打的，或者是你要发群组问我们问题也可以，我会看一下。好，就是有问题的话可以讲，赶快来讨论一下哦。我还没接开花，我等一下下课才要接一个开花的。好啊，你接看。那接完有问题，我再传到群组里。也可以，也可以。
那你们练习还有什么问题吗？就是那个湿度是不是？就是因为我现在练习的地方，就是它湿度比较高，然后变成那个胶好像很容易干掉，然后很稠，是不是很容易就是接上去之后就很容易掉光？是没错，但是那就变成是说你要，就是你沾胶的话，那个胶很容易很快就干的话，你可能就是短，就是可能15分钟30分钟要换一次胶，你还没接完了，但是我们就是换一坨新胶，那就是胶要换轻一点，因为接完好像当下就是都很完整，然后书也没有掉，可是他们回去之后就跟我说就是掉很快，就是可能没多久就掉光了。那你中间有没有，就是你有没有办法滑胶？如果有办法的话，其实它不会掉很快，除非它就是有时候有点滑不动了，就会滑不动了。滑不动哦，那可能速度要再快一点点，就是你因为你的那个湿度很高，所以干得很快嘛，所以你变成说你的速度要再快一些些，不然你就是要再换慢一点的胶，或者是你要开除湿，要开冷气了。有我开，那变因为我原本换成一秒的胶，所以是有点太干得太快，对不对？你换什么样的胶？一秒胶、零秒胶、一秒胶？那可能对你来讲太快了，你的速度跟不上那罐胶。好，那我就换2到3秒的胶，可以，应该会好。2到3秒胶就是我们配给你的那罐日本胶啦，因为那罐日本胶它的速度没那么快干，那有时候在湿度比较高，然后你已经开了冷气，但是胶又一直干太快的状况底下，那罐其实还不错。而且你们会发现啊，我们配给你们的那罐日本胶很有趣，有同学用了2-3个月都还没有干，对不对？对，因为它稳定性很好。如果是你去外面买那种韩国的，它很快就不到1个月，它就整瓶给你干掉。所以常常会有同学用过期的胶带帮马桶接，然后也都没有发现，然后还过得很好，有没有？因为那个日本胶的稳定性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们在使用不管是零秒或者是1-2秒我的胶，我们都是用日本的。就是你们会看到我们在操作，我们不是用EG吗？或者是我们用低调那些，其实也都是日本的，那配给你们的也都是日本的，好处是稳定性高啦，你就不用太考量到那个胶的稳定度，这样明白吗？明白，谢谢。好，那我看老师好像有在画东西要跟大家讲解，那同学也一起听一下齁，等我一下哦，稍等老师一下，老师要讲一个东西。你们知道，就是你们有看过那个什么，它上面是写说什么仙女款或是那个元气款那种的，它其实就是这样子给你们看，它其实这个是定点，也是一样拿0.07或是0.10抓一小撮，然后长的做定点，定点完之后啊，你们应该有看过那个三叶草，对不对？它们中间第二层、第三层的部分，我们全部都接。三叶草这样子张开来的感觉就是有长长的，然后下面短短的，就是有这种流苏的感觉。我等一下传给老师看，这样子这个款式它比较不会乱，会乱的地方在这里长长定点的地方，因为这个啊单根它长长，它是不是本来就很长，它推长之后它容易倒，它就会梳不回来，可是这边不会，因为它是散状的三根的，你梳开它左右邻居他还可以帮忙挡一下洞，这一款的持久度会比我们刚刚那个漫画款来的再好一些，这样子可以吗？老师，你那个12是一撮是不是？就是一撮，对对啊，但是不一定要12，看你们就是最长要多少。对，看他们就是有没有戴眼镜，有没有限制，但是通常都是11以上啊，因为10你做定点真的太短了。看不太出我等一下传那个照片给老师看，我有做一款是短的，它其实没有很明显，但是长的也有，传2个照片给他，然后再请老师发到群里给你们看。有吗？我是找到 IG 的啊，如果你有找到的，我觉得这个比较好看。对啊，有现场有同学说他觉得仙女款比较好看啊，因为其实漫画款或是仙女款真的是看个人啊，因为仙女款它能够接的毛比较多，就它真睫毛真的被接的
根数比较多，所以以持久度来讲，仙女款是真的比较接近一般我们正常人再去嫁接睫毛可以撑三周到一个月的持久度。但是你看到其他的那些款式啊，就是比如说漫画款啊或者是什么那些我们称之为做款式的睫毛，其实他们就是做作品很好看哦， IG 放上去很吸引人，吸引人家来消费，但是你说真的有没有办法撑到两三周到一个月，其实是没有办法的，因为真睫毛根本就没有睫满，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它要掉哪一根睫毛，不能说哦只掉我没有接的，我接的通通都不准掉，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变成说款式是款式啊，持久度是持久度。那我现在传两个就是那个照片给同学看一下，刚刚 Amanda 老师讲的那个仙女款，好，等我一下，谢。有，影片的那个是长度，就是定点的长度比较长，然后照片的是它的那个定点比较短。影片的定点比较长，对不对？同学有看到吗？齁，嗯嗯。啊，另外一个它是长度比较短的仙女款。好，它这个持久度会比较好一点，因为它其实算接到有六七分满，然后刚刚那个漫画的是真的都没接满，而且真的很空。这个是它，这个图是等一下老师传给你的那个图啊，这个是第一张照片的那个，它原图是长这样，就是它是接最翘的。你是出去了吗？我看看。老师，最后一张那个，你也是穿插三叶草吗？最后一张，你是说影片那个吗？就是影片下面那一张图。对，我是穿插三叶草，然后真的很空的地方，我是放一点点的六 D， 但是就是一点点，其实也看不太出来，因为三叶草其实它就是三根，然后六 D 就是三根以上嘛，就是五根六根这样子，所以其实看不太出来。嗯，你们会有发现我们传的两个照片都是仙女款，可是一个有下睫毛，一个没有，啊，你们觉得有没有差？有吧？会啊，对啊，有差。啊，那但是下睫毛的部分啊，可以请老师跟你们讲解一下，为什么我们平常没有在做下睫毛？对。下睫毛平常基本上客人要做，我们都会问他，就是会劝退，或者是看他到底有没有下睫毛。是因为啊，我们接下睫毛之后很快就掉了，因为我们早上起床啊，很多分泌物都会积在这边嘛。那我们又有接上睫毛，然后这边又有分泌物，有时候睡觉的时候它会粘黏在一起，然后黏住打不开，或者是分泌物都积在这边。那你眼睛痒的时候，你不可能抓上面，你一定会是抓这边，或者是弄其他地方。那你抓这边的时候，其实就会抠到下睫毛，然后再来分泌物还有泪水会从这边经过，这边就会掉得很快。那下睫毛其实不好接，因为下睫毛它不可能像是上睫毛这样直直的长出去，它们有可能是交叉。那你在接的时候，它分布不是很均，那你又要把它接得直直的漂亮，那其实接没多少根，然后很快就掉，然后他就会觉得说为什么掉这么快，一个礼拜吧，两个礼拜就掉完了。所以我们很少帮客人接下睫毛，除非就是跟他说就是你有活动再来接，然后收费的话看你们啊，一根10块钱，或者是直接就是帮他接
看能接多少接多少，然后收个200块之类的，就是收没多少钱，可是它又掉很快，然后客人又会跟你反映说我下睫毛都掉光了，怎么掉这么快，一周多就掉完了，然后就很麻烦，所以我们没有在做下睫毛。那我们做下睫毛通常都是做作品的时候接下睫毛比较漂亮。好，你们有看到老师刚刚传过去的那个图片吗？原图吗？对，就是他还没有接的那个图片。嗯，有吼，他原本是这么垂，他原本的就是第一张照片的那一个，他原本是长那样，然后我接完之后用比较短的去接，是不是效果就还蛮不一样的？而且它真的原生睫毛超垂，而且空洞超大的，所以其实你是没有接满它的原生睫毛。我没有接满啊，我几乎那这一款有接比较满，因为它真的原生睫毛不多，而且很垂啊，真的很垂。老师，那你上次说的那个根源矫正，它要怎么弄？这个就是这种垂睫毛可以根源矫正吗？根源矫正是吗？嗯，对，就是你上次不是有说根源矫正，像这种是需要根源矫正吗？还是是乱的睫毛才需要？我没有，这一款我没有帮他用根源矫正。我其实呢，这一款它的定点一定要扶它，就是我接上去之后，我夹子不放，接上去之后都撑着夹子不放，然后让它就是顺上的定点。然后慢慢接，慢慢接啊，剩下的就是三叶草跟六滴，其实就还好，你就是有扶正，不要歪倒就可以了。好，嗯，因为根源矫正其实它睫毛量又那么少，你根源矫正其实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差别。老师，那你可以再讲是根源矫正吗？根源矫正的话，我是听到上次同学有分享，他有人是用眼罩嘛，然后我看到的是。他是用棉片把原生的睫毛打湿，打湿之后呢，拿一支很像就是烫睫毛还是加热的那个睫毛棒，用吹的，他那个吹出来是热风，然后用吹的梳顺，把睫毛梳顺，梳顺之后呢，睫毛就变直了嘛，然后再用胶带把睫毛先贴起来，就跟我们刚刚接下睫毛那样子，先把上睫毛这样子贴起来，根部的部分留1到2公分，那再继续把它敷湿，敷湿之后呢，再用热热的那一支吹出来是热热风的那一支啊，吹它的根部，把它吹挺来，吹直来，然后呢，吹直吹挺之后，把胶带撕开，赶快接。哦，啊，趁它就是在塌下去的时候，赶快把剩下的接上去，但是他们是单支单支接，我也有试过单支单支接，我真的不行，我会粘黏，所以我还是习惯是两只眼睛跳着接。好，对，因为单支接我真的不行，我会粘黏。那没问题了。好，没问题啊，其他人有问题吗？都没有。那如果接完了，然后它还是很有空洞，可是它已经没有睫毛可以就是再接了，怎么办？接完还是很空洞，你是说接什么？就是可能接三叶草，然后它接完还是有空洞嘞、欸。那就要六滴，可是那就要六，可能哦。我跟你说，真的不可能。我跟你说，我没有拍到它原生，因为我会尽量把它的，就如果它有空洞，我会尽量把它的毛，可能三叶草毛让它盖起来，这样，可是它还是会有一个小小的洞啊。其实看不太出来，哦、很小吗？啊，对，那个、就是有一个洞。起来的时候有看得很明显吗？不会，真的我自己看，我会觉得知道说哦那边有洞这样子。没关系，因为你这边看跟它张开眼睛像这样子看。不一样的感觉，就是睫毛很少的人，就是他睫毛根数很少或是很细的那种人，是不是一定要三叶草或六叶？我传这个影片给老师，这个客人他的原生睫毛超短，然后超级少，然后他全部都接三叶草，是这个效果。
我给你看，我等一下传那个叫老师传那影片给你看。所以它如果真的很少又很短，是不是就不能单根？绝对不能，因为就是会看起来很。像我这个，我等一下老师传过去那个客人是绝对不可以单根，他接单根真的是搞我们而已。好，因为很丑，而且很快就掉了，超丑。然后老师传过去的那个啊，他的睫毛超级短，很短，然后很细，然后颜色又很淡。但是他接他就不能接太长，他这个长度只有八，嗯，全部只有八。你看他全部接完，是不是长还蛮浓的感觉？但其实没有，他实际上超级无比少。好，全部三叶草，对对，全部三叶草，而且我没有捆六滴，因为他的毛真的太细了，连六滴都站不住。如果太细的毛，如果六滴，它是会塌掉，是吧？还是它粘，就是也滑不上去？它接上去之后，它会长这样。它滑上去之后，然后它就会这样子躺下来。六滴毛它就会躺下来，不行。好的，没办法。他这个客人，他真的就只能接三叶草。好，嗯。啊，他原生睫毛，我下次有机会我再来记得拍他给你们看。好，因为它真的很短很细，然后它这接的这个长度通通只有八，是 C8。好的，嗯，老师，我在家开花有遇到一个问题，什么？就是我花开得很漂亮，然后我要粘胶的时候，不是要把它收尖吗？嗯，那有时候我花开得很漂亮，然后它反而粘胶，然后收尖碰那个底部的时候，要收尖的时候，它花反而会往里面，就是。反而没有那么大朵，就变小朵了，然后有时候甚至就是变成一束了这样。我想一下，变成一束，就是它本来是开大朵哈，我用夹子把它开很大朵这样，然后我粘胶的时候，为了要收下面尖，然后就会这样左右碰左右碰，它好像不是，可能是我碰的那个手势还是怎么样，它就会花就往里面缩，就变得没有那么大朵，没有那么漂亮。啊，不然我现在再开一次给你看，然后叫老师录给你看。好，晚点，好，晚点，好，晚点，好，这个问题啊，好。